第四本就是我今年，我就把我这12年，我把这个 PDP， 那还有他在除了工作事业以外，在家庭哈，还有我们的健康啊，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的目的哈，我们求到的生命的目的的理想，还有我们的婚姻生活，还有跟子女的，还有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一块，我这10年我又做了所有私领域的研发，又花了做了几千个、上万个，把我前面这20年一共做了将近3万个人次的各行各业顶尖的，包括私领域的研发。那我很高兴，在赵耀东先生还有这个施正荣他们的，就是做先生的、做爸爸的、做老婆的，他们的夫妻的典范的案例，都有让我，就是很开放的，让我也有去写。所以在就是在我这本书最新的这本书，我就写进去，包括我另外有写是四份很重要的生命教练，就把我这10年在心灵成长跟生命教练，包括人生的目的理想，通通都摆在最新的这本书，也是我跟我很想跟大卫分享的。